来，谢谢，来继续安排这一首轻松国语歌曲《那是一天》，热情洋溢的歌声继续来做带动。来个朋友，笑过来看，啊，白皙姑娘，天生美多丽，非常棒的身材哦，白发泡又迷你哦。我觉得你怎么都没有晒，有点奇怪。晒很黑了呢。哇。你身边很喜欢我，眼中你的星星那么多，你只是多我一个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他太过分了，跟你开玩笑而已啦。来，谢谢，来好，扎回呢。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边呢，稍微告一段落。紧接着下来，我们稍后两点哈，我们两点到五点，还有咱的下晡会，七点呢，跟咱十点嘛，还有咱的暗会。再来邀请我们好朋友，中场休息时间，来我们一起来个午餐的约会哦。来感谢我们现场所有好朋友，来参与呢，咱这个扎回演出哈。啊，搁一摆呢，那么来感谢咱的李长。谢谢，感谢咱阿奇大哥哦，无少重视哦，特别咱这平安期来个恭祝咱平安宫太基中大太老太子万岁，心想千秋的光彩。那么祈求呢，咱的中大万岁，四个宝贝，咱的里长全家会大大细细，拢都会当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，阖家平安，拢都会当来个看大旗。我是今天节目主持人香妮，祝福大家平安、幸福、快乐。大家下午两点见哦。哎，谢谢，咱这部拢有用心哦。哦，咱的里长呢相当的用心，这部非常之精彩。所以讲呢，邀请咱这里民啊，新鲜、新鲜、新书，大家也无赶时间啦哦。咱下昼间呢，还佫有咱的下晡会，两点到五点，暗时七点到十点吼，咱的暗会，共同呢要来甲咱庆祝咱牛安宫来进行圣诞前秋的光彩。所以再次祝福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，万事如意。谢谢里长，谢谢，感谢大家，再见。